我们准备一下这一个啊，OK，我看一下还有日本的新一样。这个课本，OK，不要紧，我们开始先啦，OK，大家在吗？来跟我讲一下啊，你在没有啊？有没有在啊？你们有没有在呀、啊？跟我讲一声，OK，好，我看到两个人了，OK，我看到三个，有在，可以开 video 的，开 video 啊，我看到。几个人？一二，还有谁？有在吗？打个招呼。OK，Jun 有在吗？OK，心怡好，我看到了。OK，好了，来大家。所以呢，这个第六课啊，之前我们在讲着啊，我们在讲着 Pentadbiran Barat，OK，西方的那一个政治啊，他对我们的这一个。就他的统治啊，应该是讲哦，过后呢，对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还有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啊？不是过后啊，就是当下，他改良了那个 economy model，对不对？大家不是只是卖给自己人了，可以，他就大量的出产哦，有那个工厂啊，叫人家来做工啊，很多人去做工啊，是不是？因为要很多劳工啊，等等的，然后要放很多资金下去啊。大量出产来出国了嘛，对不对？然后又有 technology modern 嘛，所以我们在讲这资金成本方面，哦，在矿业啊，有很多公司。如果讲到 model 那一个部分，你要记一下那些公司在哪里，他们那公司做什么的啊？像这个 Shirika Borneo Berhad 哦，他是负责在沙巴沙拉哇采矿的。我的声音会不会蒙啊？会蒙跟我讲啊？OK，然后呢？这个 Pertanian 方面呢、的 model 的成本资金，我们还是来讲这成本资金啊，也是一样哦。那个成本资金是在哪里啊？开拓什么市场啊？其实这个什么对，在哪里啊？他买卖什么东西？看到吗？他开什么园地？胶园还是什么园？OK，好像在沙巴有烟草啊。那个公司是 SUB，他们投资，然后香蕉过后就全部换香蕉了，对吗？OK。大家跟我讲一下，大家 type 给我啊，OK？为什么？到了那一段时期啊，为什么啊？很多东西，尤其是那个戈壁场啊，怎么换成香蕉了的？type 给我一下，为什么啊？为什么和原本是拉当戈壁，之前我讲哦，恩同拉当戈壁，然后过后全部换了疙瘩。叫他们不用种了，不要种了，不要种戈壁了，换拉当疙瘩啊！所以可能阿进他有几多的地，他有一小块地，
然后啊，心仪有一大块地啊啊，我们有一个答案了哦。然后呢，还有谁有一些地？然后没有了，我就讲吧，有一块地，然后大家都有一块地，然后他们讲啊，来，现在以前他全部人种 copy 的哦，很好卖。现在他们讲不要种 copy 了，换橡胶换成疙瘩，原因啊，为什么翻这面？原因就在这一面。还有人找到吗？陈恩、心仪啊，阿君也是。答案就在这一面，这个他很喜欢问的，为什么没有种戈壁了？全部人改种个大了啊？对，还有吗？还有答案吗？有找到吗？就在这一面，心仪，为什么不种戈壁了啊？改种个大，假期，找一下，安静了。我只看到一个人给我答案呢，陈恩、心仪，有吗？喂，答案就在这一面，他有那个马来文给我，为什么改中个大？马来文，马来文。如果是重点，我就是 highlight 了的吗？佳琪，找到了吗？陈恩，干嘛？你们干嘛？你们在找你们的课本啊？你看我的先，看我的先，我一定 highlight 了的。你的课本可能还没有 highlight， 我的已经 highlight 了的答案。为什么变成一个大了啊？不是因为发现了啊，而是啊，哎，等一下 ，OK， 佳琪，我明白你讲哦 ，OK， 可是他有还一个啊完整的答案啊，关于不是完整啊，一个有两个重点的，为什么不中个 B 改中个大？找黄色的字，我 highlight 了的，阿君。就在这一面了，我 highlight 了的，看到了吗？全部人改中个大，全部大多数了，不全部啊。沙巴沙拉万的 green 马来语全部改中个大了，找黄色的字啊，对，很好 ，OK， 你们找到了，对，这个啊。在上面呢，你要找去哪里？其实第一句就是哦 ，kejatuhan harga kopi， 知道什么意思啊 ？di pasaran dunia， 两句啊，这个啊，不是两句，其实是一句来的，就是 kopi 的价钱跌到很厉害，在国际的市场，明白吗？如果那个价钱跌，就讲东西很便宜啊，很便宜，你要卖嘛？你是卖的人啊，你不是买的人啊？你看啊，你种得很辛苦啊，才赚一点点钱呢、啊。心仪明白吗？说很便宜，你要卖没有？哦，很便宜，很 cheap 的东西来的，变了啊。Jin，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写这六个字啊 ，kejatuhan harga kopi di pasaran dunia。第二，在这边，看啊，在这边啊，看到吗？哎，有三个东西了。啊，对对，没有，也不是三个 ，sorry， 算是两个啦。说它价钱会跌，为什么价钱跌啊？这两个，因为第一，知道哦，这个字会看哦 ，penyakit， 佳琪会看啊，就是很多戈壁树生病了，哦，再来啊，第二啊 ，Brazil 出产过多了，啊，明白啊，很好 ，OK。这个 berlebihan 就是过多，所以那个巴西出产过多，太多了啊，没有价值了咯。OK 啊，大家好啊，回应我多一点啊，那些在那个什么，在那个 chat box 过多，我写一下啊，你就写在你的课本。OK， 他有问到你就知道，所以市场跌了，过后很少人种，这样戈壁的价钱哦，恩童问一个问题。他讲那个市场价钱跌了吗？然后就很少人种戈壁了哦。这样戈壁过后的价钱会变高吗？会，这样吧，奈德。
对，是会的，不过没有这样快啦。啊，是会的，所以现在也是这样嘛。所以你看那些人哦，所以所谓的那些，你看到好像那些什么经济的起伏也是这样嘛，一样的道理来的。所以东西也是这样，然后大家全部换去个大，等下到个大价钱跌咯，因为全部人中个大，这样个大又变很多，是不是？大家理解哦，那个概念它其实是很逻辑的。不过，如果你保持这个想法，然后你不换呢、啊，这样你就要一直挨，因为你种树哦很久的嘞，是不是？它不是那么快的、哦。所以如果你保持这个想法，全部人换我就不要换了，然后你就挨过那几十年，然后到时你都什么破产了咯，是不是？所以要看哦，看他们当时有什么想法，应该会。应该也有一些人是没有换的啦，不然没有掉狗币完全是不是？啊，有些人是保持一部分他的狗币，然后他继续啊，他新的地方啊，他就种成啊，变成那个大咯。OK，所以那个是讲个大啊，香蕉啊，什么公司啊，投资在个大这样咯。OK，他们的土地啊，然后科技呢，我们也是讲了带来新科技。你看啊，这里我用红色的就是新科技啊，说采矿。有用 Gabao Gore 这个啦，Gabao Gore，你看它的名字 Gabao 就是船，Gore 就是 Gore 啊，挖挖挖挖挖啊，用船来挖哦，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科技，我不要讲它是机器，因为它不是，可能它不是一架机器，它是整个很大的东西啊，很大的一个机器啦，一个船这样啊，然后有 Balombongan Hydraulic 这个红色东西啊，他们用水。Hydro 就是水来的，来冲破那些石头，打破那些石头，然后那个悉尼啊，他们就可以收集起来这样，OK？然后有挖隧道啊，上次我们做一个题目哦，我要讲一条题目，因为我在想这一条隧道，这个他讲他挖隧道挖了个什么，全世界啊最深最长的隧道是这边没有嘞哈，好像不是这边这样啊，哦，而是在上面哦，应该是哦，OK，不要紧。啊，然后地底隧道这是一个方法啊，再来还有用 machine 的哦，jumbo drilling 就是钻了，电钻，打破那个石头，OK，在这个 Sungai Lembing 这边啊，这些是它的那个科技。然后 antimony 有什么啊？他们有融化 antimony 的厂也是科技啦，还有这个沙巴州呢，他们有建隧道来挖采那个碳哦，OK。首先，我们继续看 Bertania 啊，这一个哦，在你的课本啊，你画一下星星这个人，这一边啊，这一个人啊，几人？哎，就这一个，三颗星指数，每一次考试一定问的，98%啊。OK，问什么呢？首先，他会讲到，他会问这个。OK，首先这个人啊，H.N. Ridley 啊，OK，Ridley 是。啊，Taman Botanica Singapura 的董事，Pengarah 是叫董事嘛？董事长，董事啊，OK，他是这样的，Taman Botanica Singapura，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新加坡跟我们是一起的啊，不要分开来想啊，OK，猜不出来哟。Botanical Garden, Singapore. OK，现在它很出名了哦，它做得很漂亮了哦。啊，为什么它现在要重新做到美美它呢？它其实你看它是1859年成立的、建立的啊，现在是一个旅游胜地哦。啊，你看到这个是它的那个经典的那个亭子。OK，1859年，这个时候是1897年了。OK，不过这个不是重点啊，我们不是在讲成立这个地方啊，我们是在讲呢，这个 Botanic Garden 啊，我写错了，Botanic Garden，OK，它是，它现在重建啦、啊，弄到很漂亮啦、啊，啊，等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去新加坡的话，可以去玩一下咯，Botanic Garden，哦，还有怎样呢？哈，它还有做这个是属于同一个地方嘛？我不懂，其实因为很大。其实这个亭子我也没有去过，我是去这一个堡，这个你应该看过吧？就算没有去过，你看过它的图样哦，这个啊，它的那个塔那些，你可以在上面走了，还有桥梁啊，有天桥的这样的。OK，
这个当然，这个是现在的建立的啦，以前当然没有这样美啦。所以以前是哈、哦、因为 British 的总部在那边嘛，说、so, 这个人呢，H.N. Ridley 啊，Ridley 你要记他的名啊，OK，他是管理这一个 Taman Botanica Singapura 的，OK，然后呢，他们有一些外国来的那些种子什么啊，他们拿去这个 Taman Botanica 种 testing，知道吗？因为不懂种到没有嘞。好、哦，如果我讲来，佳琪，我要种草莓啊，你帮我看一下啊，去马来西亚种到没有啦？当时不是叫马来西亚啦，叫达纳马拉又，你去看达纳马又种到没有？那边这样多低，如果种到就好了。我要种 strawberry 啊，他要怎样？他要拿去那边 testing 哦，对吗？说他要一个地方 testing，想要不会一下子就种嘛？啊，他们很多哦。戈壁啊，还是这个香蕉，他们就拿去这个达曼博达尼卡新加坡那种了。我跟你讲，OK，说、so, 那个其实也不是什么重点，只是跟你讲吧。说、so, 这个人呢，重点是什么啊？这个人很厉害的，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技巧，Technique Torehan System Evidence，或另一个名字啊，System Torehan Dulang Ikan Herring，这个重要啊，大家重要啊，这个啊。这个呢是一个各教方法，画一下啊，说、so, 基本上呢不用画，直接 type 就可以了。System Torehan Dulang Ikan Herring，你看啊，好像鱼骨这样的各教方法。System Torehan，喂，会出来了，卡，你卡。哦，你哪出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现在出 cancel？查 OK，system，哎呀，为什么这样卡？Number 哎呀，它卡了，我动不到它。到嘞，它卡掉了，为什么？讨厌。OK，不要紧，我画出来一下。OK，大家还在没有啊？我要看他卡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你们卡还是怎样？有吗？有在吗？有在的话，听到我讲话的话，给我一个反应啊。OK，好，Thank you。那各教的，我们想到各教方法是不是这样哦？啊，其实这个是他发明的，就是用这种方法，不然人家乱乱个啊，那个树很快死掉，你知道吗？所以他发明了这个方法哦，来。他会问我们呢、啊，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啊？哎，你可以在这个图旁、这个字旁边哦，写啊，画这个 pattern 下去，鱼骨啦，你想鱼骨的方法，OK？说、so, 他等下哦，他就拿那个桶装在下面，知道那个桶吗？哈，那个香蕉的那个，哦，这个桶啊，绑一个香蕉装香蕉的那个桶在下面啊，绑在那个树那边，OK？装那个香蕉，说假设这个是那个树啦。他们就绑住那个树，这样装那个滴出来的叔叔疙瘩。OK，好的，Jim。OK，还会滴出来那个叔叔疙瘩啊。然后呢，说、so, 他讲啊，他会问这个问题啊，大家这里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他问你有什么好处啊？好处就是可以延长树的寿命，那个树没有这样快死，就可以产生更多的香蕉。OK。其实还有两大好处啊，可以产生更多的香蕉，还有它可以延长寿命。如果他只问其中一个的话，你就要讲延长寿命，明白吗？延长寿命，大家可以写一下。Highlight，我要 highlight，special 的，highlight 啊，这个啊，写起来啊，画起来啊，延长寿命啊，这个什么system 哆来汉都拉应该和你应该放旁边，可能他也会问你谁发明的，Ridley。OK，再来，还有一些他所发明的东西啊，说他介绍了新的方法，technique membungkus anak，这个我换一下啊，anak pokok getah di dalam arang yang lembab，所以那些小树哦，小的那个香蕉树啊，先包起来，在潮湿的炭里面哈，他不是直接种泥土啊，他教他们全部包起来。哦，包在炭，潮湿的炭里面先哦，然后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让他们很容易运送这些香蕉树啊，去到远远的地方。所以哦，假设
刚才我们讲恩童有种那个香蕉树、啊、本来他种隔壁了吗？他要换香蕉吗？他要换个大，说恩童在很远啊，他在Johor 的啊，陈恩呢他就在巴夯的，然后佳琪呢他就在哪里啊？啊，丁家奴的，比如说啦 ，OK， 所以要运到去他们那边啊，很远啊。如果是把那个树直接运，还是一起运，它会死掉哦。所以就用这个方法啦，把它包起来，在潮湿的炭里面先，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这样写啊，养家务啊，门伯雷干 ，OK， 这个是它的重要性啊，包在潮湿的炭里面 ，OK。我会写华语一下给你，你把重要东西写下来 highlight 起来，刮胡起来啊，能保是潮湿。嗯，看到没有？我把它放大一点好。OK。对呀、啊，大家写一写啊 ，OK 啊 ，The uncle 是被运送啊，哈，运送，方便运送去到远远的地方种，这样咯 ，OK 就可以开更多了，当个大。大家三颗星拿这一个格子啊 ，OK。接着我们看一下沙拉瓦沙捞越 ，OK， 它有那些工厂，我们还在讲这科技啊，所以你看科技不是只是。科技不是只是 machine 啊，这种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啊，就是科技了，就是 technology 了，知道吗 ？OK， 沙捞越呢有 kilang men process lada hitam， 它有这一个加工那个什么啊黑胡椒厂啊，在 Berdong 啊，然后呢，不过他们还是维持这个传统的方法的，他说。他的农业啊，他是维持传统的方法的 ，OK？ 哎，那个沙捞越出名黑胡椒，知道哦，这个、哦、知道吗 ？OK， 再来啊，这个也是沙捞越啊，在木嘎就是河旁边来的，他们有加工沙谷米的厂 ，OK？ 我们 process 是加工啊，忘记了的人要自己再写一下啊，这样你容易看，可以吗？跟着我写就对了啊 ，OK， 再来沙巴州啊，沙巴州还有加工橡胶的厂，然后这个什么呢？哈、啊，这个厂呢是他们哦，员工正在分类那个烟草的哈 啊, 啊，怎样分类啊？他讲他分类 ，OK， 蒙阿信干啊，哎，不是分类啊，分出来了哦，分开，他其实我讲分类是因为他是根据他的这个目度，就是他的品质来分的啊，品质好的 ，OK， grade A， grade B， 然后最便宜的 grade 还是怎样啦？啊，他们会分的，在工厂那边员工，这个要用人手来分哦，是吧 ？OK， 你看啊 ，Ridley 啊，就是出名的题目来的、啊，大家要读 Ridley 啊 ，OK， 啊，接着。我们看，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全部是属于 technology， 知道吗？看啊，大家，全部都是属于同一个大题目 technology， 所以他问到你科技，他叫你写一个essay 然后关于科技的东西，你很多东西可以写的，你讲采矿用高国瑞这些，如果你记得啦啊，然后你要写这些方法农作物的方法，就是橡胶的各交方法也是可以。Okay， 各交方法因为延长寿命，然后呢 包那个小树的方法因为可以运送到很远，也是属于科技啊，记得 啊不然他问到科技讲谁咯，讲谁哦，我都不懂那个 machine 的名字，不一定你记得那个鱼骨的方法就也就是 under 科技的了。 OK， 可以啊，我们看 blue 第三个东西啊，劳工员工 OK，所以现在呢，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去做这些东西去卖嘛，是不是？他就带了很多外劳，我们呢哈、哦、进来这边。不如啊，他讲门巴万嘛说，不如达里路啊，从外面来的劳工 ，OK， 劳工啊，为了承担这里哦的矿业还有农业的
发展，因为发展到很迅速啊，你知道吗？我们南蹦啊，成长这个啊，不是，但是迅速了。诶，所以巴隆蒙安、巴达尼，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巴隆蒙安和巴达尼哦，啊，就是发展到很迅速，所以要带老公进来了，来大家准备啊，我们要看。我们在哪里啊？OK，华人在哪里？然后印度人、马来人还是怎样啊？哎，马来人、白人他们已经在一边，还有印度人，还有其他种族啊。OK，采矿、矿业，Negeri-Negeri Melayu 啊，这边啊，OK，因为呢，经济的发展很迅速啊，导致 British 呢就很鼓励这个孟加拉干是鼓励啊，鼓励外劳进来呀、啊，马苏干布鲁阿信，所谓的外劳啊，我们啊。外国外籍的劳工啊，OK，啊，填补这个空缺啊，你回来哦，啊，来蒙一系填补啊，跟着写啊，大家写你的书啊，填补这个职业的空缺，高松案哦，空缺，哎，工作，我国家暗示工作对吗？所以有很多工作，因为有很多的胶原，有很多的矿场，现在是讲这采矿啊。啊，在那个，尤其是 Belambangan BG Timah 细矿，你要提到细矿，OK？啊，然后呢，在砂劳越啊，华人被带进来啊，采金啊，Emas，还有 Antimony 啊，在巴乌这个地方，看到吗？把重点画起来，是 highlight 起来啊，OK？在砂劳沙巴州 SBUB 呢？他也是鼓励啊，华人进来矿业，说他们是采过来采金的，采了放进 pocket 可以吗？啊，这个像是恩童会问的问题哦。哦，恩童采了放进 pocket，然后回，然后晚上回家拿出来收起来，可以啊。反正采金哦，是不是那么值钱的？不用做劳工了咯。一天拿一点哦，就可以做，就可以做有钱人了哦，是吗？我看那些西啦啊，那些关于采矿啊什么啊，他们很严格的，每一天啊，那个劳工他们要回家之前啊，他们要 check 口袋，你知道吗？要 check 这里那里，这样工厂也是这样吗？啊，回之前讲他们要 check，现在那种很高科技的啦，那他们进出哦，有那个 scan 的，有那种 scanner 的门的啊，他不用叫你脱衣 check 哦。啊，还要 body check 是咯，可是现在有哈那种，如果是高科技的国家，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有这样的，所以他们可能要进出那个 scanner 啊，他不用他这样用摸你，呵呵，就是他们一定会 check 的啦，因为这种是那么贵重的东西，还是那种钻石的矿啊，是不是采钻石的地方？不过我们这边没，我们没有啊，我们不是我们在讲财经啊，OK？还有细米啊，大家，所以你看啊，布隆邦啊，你可以提到采细米，还有呢采金，那 antimony 也可以啦，沙巴沙巴采金，砂劳越也有 antimony，说华人啊，大家多数布隆邦啊是 Orang Cina 来的多数，OK，再来啊，像不丹酿农业啊，多数是印度人来的，你自己写一下啊，要记起来，改我每天问你的这个东西啊，来全部人啊，不要在后面玩 game 先啊，回来啊。我刚会问你这个东西啊，我会问你来，BGT 吗？谁？然后哥大谁？这样啊？OK，哥大是印度人啊，多数。OK，然后呢，这个砂劳越啊，也有中国人进来啊。OK，Charles Brooke 呢？Charles Brooke 他给了各种的鼓励，这个鼓励不是来，我跟你拍手鼓励你进来，不是啊，这个鼓励是给予各种的帮助，钱。这个鼓励是钱来的啊！我给一笔钱，叫人去中国带人进来啊！这个叫鼓励啊，知道吗？政府的鼓励的意思是这样，鼓励基本上是钱来的，明白吗？大家，哎，OK，Galakan 这个 Galakan 啊是钱，接着啊，然后呢？啊，那天我才讲到啊，沙拉哇很多福州人对吗？心里讲的是福，他就是福州人哦，
所以你是为什么跑过来这边？你要问你的祖先，这种不是去撒哇的嘞？我这个不过也不是啦，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啊的村怎么说呢的地方，中国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来到马来西亚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啦，当然哈。所以很多说撒拉越很多福州人，因为他们呢就是去做布鲁拉当，这真的是去做农业的胶原那些的 ，OK 啊，还有呢 ，Orang Jawa 就是印尼的来了，印尼的，他们就去到撒拉越呢做胶原，看到吗？啊，华人做什么拉当没有讲啊，不过其实撒拉越很多是拉达西当，种那个黑胡椒的 ，OK， 华人很多种黑胡椒的，你没有提到不要紧，你就讲拉当就可以了。Orang Jawa 就去做拉当疙瘩，知道吗 ？OK， 再来沙巴州也是很多华人去做拉当登巴告烟草，所以去抽烟了。问我可以不可以 free 的抽烟哦？哦，反正他都在那个烟草的地方做工是吗？自己拿两片叶子啊去晒干啊，可以在那边抽烟哦，是不是？啊，我知道的是哦，好像现在的福利对于所有的员工都是比较好了。我们不是在讲外劳啊，我们讲员工啊。所以如果呢，这个我不是在鼓励啊，我要声明一下，我只是要讲一下吧。那个酒的厂啊，在马来西亚有酒的厂，你知道吗？哈，啤酒的厂，他的员工，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不是很多了，然后我有朋友在那些啤酒厂工作的啦。啊、他们是员工的福利是可以喝酒的，所以其实大公司这也是属于国际集团、啊、我不是要讲酒啊 ，OK， 我要讲这些国际集团、啊、看他们是什么服务的，或者是他们是什么产品的。很多这种大集团，赶紧有机会呢，你要先就是大学过后啊，你要先申请最大最大最大的公司啊，申请不到就是做那个叫什么、啊、就是你做 internship 的话了啊 ，internship 就是大学实习啊。如果你去当实习生呢，不要去申请小小间的公司，先尝试申请最大的公司，然后申请不到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知道吗 ？OK， 那因为实习呢是你才有机会进到那些大公司，如果你过后才转进去，很难进去的啊。我在 Elma 美德，我也是做我也是有实习，可是我的实习不是在这种集团。我的实习因为是心理学背景嘛，我是做什么、啊、就是团队训练那些，我是跟很还蛮有名的公司，所以我才有机会去见识到这一些大集团，要不然的话其实没有不太多机会啊去见识。然后有很多呢，好像像我们是傻灯的，很多傻灯呢他们没有这个自信啊去申请了，他们每次讲到实习啊就发现哎那就申请家里附近的，这样的很浪费机会，我跟你讲啊，你要争取那个机会实习，你才有机会进到很大的集团嘛。还有他们会比较宽松一点，不过有一些很大的集团呢，他要你考试啊，你要跟人家抢位置才可以进到去做实习，那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就要去赶紧去申请。然后呢，这么讲这边哦，我讲说不一样的公司哦，他们有不一样的福利。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你的公司哦是做家里用品的。家里用品就是讲牙刷啊、牙膏啊，你知道吗？洗脸，哎，这种公司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啊。其实你想到好像很简单啊，那种家里的东西哦，小小的东西，这种公司是非常非常大的。OK， 如果你是进到这种公司啊，那个员工我不要讲实习生啊 ，OK， 实习生我不知道啊，员工福利就是哦，每个月你都可以拿东西回家，可能，或者是他会有固定了的啦，其实还有设定的，就是家里用品再也不用买哦。如果你在那边工作的话，然后、如果是给我讲的酒的，是不是啤酒啊？他们每一天有两杯啤酒可以喝，所以不可以上班的时候喝，他们可以放工的时候 就去他们的自己的 bar 还是什么啦，就有两杯 free 了。酒很贵的在马来西亚、啊、可是他们的员工就有这样福利。然后、每一个月呢，他们有一个、他们可以用员工 的价钱来买一箱啤酒还是什么啦，就比较便宜这样哦。所以各种的、集团会有不一样的福利的，所以越大公司其实真的是、有它的好处的。你实习的时候你可以先申请 try 最大最大的公司，跟你的领域有关的。那我要讲的是、你读什么课，在那一个领域方面、比较好的比较有名的公司敢敢去尝试，知道吗、关于我们心理的呢，比较是、大概因为恩童在讲、去什么开医院
开医院，我还没有读到这样多了，其实啊，做心理医生啊，这样，我没有要做心理医生啊，其实，我要做其他的那种训练的东西，样比较好玩一点，可以跑一跑去的。心理学有很多种啊，其实啊 ，OK， 然后呢，所以啊，我所以你这样想啊，你的头脑里面要有一个画面哦，有人在那边哦，然后你想那个是华人来，中国人来的，然后他在沙巴走，在那个狗头那边啊，你知道吗？你要想那个画面，你就不用死背了每天，然后想他在那边吸烟，你就记得这个了咯，对吗？要用一些画面来帮你记，然后跟你讲。OK， 接着啊，所以 SUB 发现到哇，很多中国人进来了，惨了，太多了啊，管不到他们啊，他就成立一个啊 ，Lembaga Penasehat Orang Cina 在三达根啊，三达根就是很多拉档的地方啊。怎么成立这个 Lembaga Penasehat Orang Cina 呢？一个组织这样啊，因为他讲来我会保护你们的福利啊，我会帮助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问题，这个 Lembaga Penasehat Orang Cina 会保护他们啊，这样哦。所以因为太多了，知道吗？格巴基干教福利啊，照顾福利的，因为如果不给他们这个哦，他们会越来越多黑社会员，其实，所以就 干脆、啊、用政府的方式去给他们一个伦巴嘎去照顾他们的福利，这样咯、啊、其实在哪里、啊、有华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哦，我、一样、哦、我不是讲黑社会不好哦，因为中国人要自己保护自己嘛，他们就组织个团队咯、啊、保护自己，这样咯。所以这个是 SUB 为了就是容易控制啦，其实你知道吗？他就成立伦巴嘎，Lembaga Penasihat Orang Cina 在三巴干，他会问你的，这个买做么的？哦，untuk menjaga kebajikan orang Cina， OK， OK。那时间差不多要跳了啊，等一下，如果跳了的话，我们也是停个十分钟啊。Sejarah， 我觉得都应该要停的哦，三点十分停，三点二十回来，对吗？对，三点二十回来啊，你就去做做圈圈啊，还是圈圈，或者是后面这一个啊，这个六点二讲到一点点了，应该是。好、哦、OK、啊、我现在继续讲前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 两三分钟 OK。 So Scala Besar， 然后我们讲哇大型的、啊、现在、西方的方式新的那个特征就是它要大型，它讲要做就做最大，对吗？所以像我在刚才跟你讲的、啊、大家记得我讲的东西啊，要申请做实习就去申请最大公司先，你不要想小小我先做小小公司有经验了我才去大公司，到时已经太迟，你进不到了的，知道吗？啊，也不是讲完全进不到太迟还是什么啦，更难了，会更加的难，所以实习的时候有机会就要把握。所以他们的概念就是啊，要做就做最大啊， Scala Besar， 因为他要拿来出口的东西是要出口的，不出产少少这样出口，卖又卖不多这样啊，这样。Okay， 所以啊，他的这个布隆邦安布丹尼啊，你就讲了，你加兰干是 cara besar besaran， OK， untuk tujuan export， 为了出口啊，因为他要满足他自己西方的那一个需求，市场的需求啊， OK， 就是所谓的市场需求，就是那边有人要，那个就是市场需求了，这样我们就卖给他们，有人要啊，卖赚钱喽， OK。Okay， 所以啊 Negeri-Negeri Melayu 这边的 Belombong 啊，我们大概看了很快的这个 okay， 这个 graph 呢是出产这个 BG Dima 的哈 Ole Belombong Eropa 欧洲人，跳了啊，要跳了啊，不要紧啊 okay， 比起、中国人，你看欧洲越来越多 Pink color 浅色是欧洲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中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这个中国的矿商，这个商人啊，这个不是劳工啊，本来是中国人做的，你知道吗？可是过后呢，到了1937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欧洲人越来越多钱，他们就放钱进来发展了，他们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他们的人来了，这样看到吗？浅色越来越高乖楼，深色越来越浅，那个是中国的商人来的，不是中国劳工啊，中国商人 OK OK， 我们等下见啊，3点20分见。